看完啦。现在才11点，这个医院出来以后哈，这个西区老大房那个鲜肉月饼就是上次我俩吃的，离这儿很近，600米就到了。现在去吃一个，两个。哦，马上到了，没传呢。你再传传。他要填呢，填信息。作为他的随访的队伍里的人。西区老大房，对，这是新的吗？有一盘，是新啊，他做好的现烤。一会儿过来十几分钟。好，十几分钟啊。好。这个是鲜肉的，那边有烤好的是松花蛋肉的。松花蛋肉的，对。这不等10多分钟吗？这还要等十多分钟？不是，这个里面有，这个里面十几分钟呀。这个要早着呢，这个要20分钟。那我们出去走走。等10分钟，然后我俩去上1788洗手，洗完手了改变主意，说干脆去南京路，去南京路上换一个地方吃吧。这个地方就是上次我们吃鲜肉月饼的地方，这次换一个牌子，换一家吃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准备走过去，走到哪儿算哪儿，走到南京路。哦，这地方我们来过，在这喝茶了吗？对面可熟悉了，唱歌了。我在梦言梦语醒过来。现在从静安寺走到南京西路，厉害吧？这么走走溜达达达挺好，要不然我们俩……哎，你现在真是不行体质哈！又来上海骑自行车了，咋这么爱骑自行车呢？现在还在步行街上拍照呢，也行，拍一个。我给你拍一个来，打一卡。哎呀，这太熟悉了，冒仓眼镜。那么多就买两个，然后前面再尝别的。我要一个蛋黄和，哎不对，要鲜肉的。泰康的鲜肉月饼。我就在这儿，哇，好热。沈大成这边卖重阳糕，这么多人买，我们也买几个尝一尝。我从来没吃过他这个99重阳糕，还有那个方糕。对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一样一个，尝一尝。好嘞，去买瓶水吧。孩子，酸奶吧。不要酸奶了，太浓了，不渴，不解渴。沈大成，南京东路店，买了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。这个是你的吧？不是，买了5个，一共是25.5块。我都习惯于边吃边喝，我跟你们一样。金团，双酿，这叫双酿。跟你双酿，那个馅儿在哪儿啊？这一个馅儿啊？这不是红的吗？黑的，不是。沈大成的，有名的。好的，我还是吃这个吧。哎呦！瘦一肚子，就是那种口感比较好，有咬头。你吃吧，你吃吧，吃完我们走。梅菜月饼，再不吃了。我看着鲜肉月饼有点反，我看着那个有点反胃了。就刚才这叫啥来着？重阳糕给吃的。吃完以后彻底的不想吃了，走到了外滩，我还第一次从这边走到外滩呢。三件套，
和平饭店，哎，我们进去看一下，下次我们上这儿来住住。我一直想住和平饭店的，咱俩进来看一眼，看看值不值当。它好像没有大堂，是不是？拍啥照啊？嗯？我们下次来上这儿住了，我们来住了再拍，不拍。你要住在这儿。好，挥挥手，讲两句话。同志们好。他们上这儿来拍照了，那些老年人，你看了吗？不是，你没听出上海说话吗？上海人只有当地人才会对和平饭店有特别不一样的感受，你知道吗？
日。